哎，今儿谢了啊。客气什么呀？我又没做什么。刚子都跟我说了，说你们为了找我忙活一下午。你说陶俊辉给杨华打电话了。啊。杨华也过来了。我不高兴啊，你一点都不担心我，你也不着急。相信你一定会向我对策，更相信你一定会万无一失。没错，我就是一个这么坚强独立万无一失的女人。难。谁啊？找我开会的。你昨天去杭州了是吧？失去英雄救美的陶俊辉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跟不跟我走？你不参与这个案子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你那个小女朋友输就输在对人不对事上，你也跟着她一起抽风是吧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吴平还有何东娜这个案子呢，吴飞的表现让唐总非常不满意，还可能会牵连到你，除非你不想在这家律所干下去了，否则我劝你思路稍微清晰一点。这就是程宇慧。我呢，明天亲自去找瑶瑶，要是我再失败了，咱们再想其他办法。你要见谁？你们俩第一次牵手是在什么时候呀？大一。嗯，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，真浪漫呢。啊，这就浪漫啊？我都不知道。你去哪儿啊？我不生气啊，我没有生气啊，我看起来像生气的样子吗？我很高兴啊，浪漫的人晚安。最佳辩手能来得再晚点吗？菲菲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做不了的决定，我替你们做了。程宇辉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，秦师，秦律师，这是合伙人的协议。那我现在签吗？先别着急，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关于你的孩子。孩子怎么了？杨华，我很看好我的一个朋友从事的产业。就是最近呢，我发现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骗子。